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杭州，我们进光伏吧。大人，早上好。云来客栈，直接坐那个我的马过去好了。Go go。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欲饮琵琶满上吹，我有吗？我还真的有。给他之后，酒又回来了，是怎样？在哪套？啊，我应该走，应该传到另外一点，另外一个点的，这个点比较远。逐步，逐步，我来了，逐步。富豪，废弃的房屋吗？啊，我只收到一个，哎，这样吗？太和茶款，太和茶款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
算是解决了一个，然后所有招式都有了。哇哦，这招很强哎！然后我就想找蜜月，可是蜜月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们先快闪掉。然后水北深了哈。要去哪里？开封，好，我们去开封。天命学院的支线很多，所以，大家玩起来其实会比较丰富一些啦。可是就是有时候有点反手就是了。开封。开封在哪里啊？同德堂。好钝。同德堂在哪里？好，在中间。威灵仙丸，好中文的名字啊！我来了。然后再去少林寺，可是刚才有少林寺的支线，少林寺主线吧。然后蜜月到底在哪里啊？蜜月，我找不到你的蜜月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少林寺吧。好，我们先快转。好，我们先解线神机门的支线。段小宝，然后在洛阳官府前。洛阳官府这边有一个明邦支线啊，明邦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过来解。洛阳，啊，支线太，而且有些支线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官府衙门面前的小河街道上，洛阳官府。
平坦道啊。可以很靠近他吗？点他不知道会失败，算了，先不要点他。走快一点啊！你去哪里呀、啊？进来啦！停水！被人跟踪都不知道，是我在某个地方触发吗？命，前辈，晚辈也是无可奈何，对不住了。走。疾风如镜，风声黑厉。瞧你破掉来的！哎，有机可乘。嘿、哎，杀呀！一点多大意不得。木木金刚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杀呀！我没闪过。杀呀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不破金刚。死！杀！杀呀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哎呦，我被打断了。
操！杀了我！哼，瞧你破绽百出了！去！杀呀！这种东西留在世上。哦，像我的招式越来越强了，我的武器啊，不是招式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民邦好了，做民邦之线。啊，我怎么回去？哎，对啊，我怎么回去？哎，你要叫我回去啊？啊，坐船，坐船，搭船。好，我们做明邦吧。好，那这边这集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频道的频道，主要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；有要找的地方，如果你刚刚就给答案，用微信片，你就要双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收看，拜拜。